小梅，这都九点了，你还不去洗澡吗？才九点，急什么？可是过会儿就要熄灯了。哎，别吵了，等我这集看完就去。都睡着了，那就不洗了，明天再洗吧。丹丫，你看到宿舍群的消息没？今天要停水一天呢。还好我们早上已经刷过牙了。每天就你俩吵个不停，让人家睡个懒觉都不行吗？小梅，今天一天都停水了。停就停呗，真好，一想到洗澡就累，这下又可以不用洗澡了。啊，丹丫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啊？小梅，你都几天没洗澡了？早上洗个热水澡真舒服呀。小梅，你也去洗个吧。哎、谁敢早上洗澡啊？再说了，马上就要上课了。哎，小梅公主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馊了的味道？我从进教室的时候就闻到了，我还以为有小鬼尿尿了呢。你在瞎说什么、你们谁在教室里随地大小便啊？老师，是小梅，她已经好久没有洗过澡了。哎，这位比我奶奶腌的酸菜还臭呢。我不好，王老师，我觉得我有点窒息了。大爷，这可比随地大小便的杀伤力高多了。哎，浩哲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走走走，炸！我洗还不行吗？夏天又是黄老师的课，他真是无处不在。就是啊，每天见到最多老师就是他了，审美疲劳了。哎，黄老师，这马上都要上课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是一向都提早去教室的吗？别提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学生都嫌弃我。都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屁孩，一会儿我正好没课，我去帮你给他们紧紧骨头。徐老师，我们这一节是黄老师的课呀。黄老师有事，所以这节课我来替他上。啊，还不如黄老师来上。我看谁有意见，也可以你来上。在我们班是有同学可是要表演节目的，你们说蘑菇头表演什么？让他表演个跳舞。哇哦，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恐龙看了啊。心智令人感动。有些人你在下面干什么，讲台上看得一清二楚，别把老师当傻子啊。王小梅，老师说的就是你，怎么像一点数都没有，女孩子脸皮这么厚呢？镜子交上来啊！老师，这可是我的宝贝。那我今天就要你亲手把你宝贝交上来。耶，在这儿啊！等等，我刚刚算了一下，这两位同学大概占用了十分钟的课堂时间，所以这浪费的十分钟就用你们的课间来补啊！这次调查报告由宿舍为单位，哪个小组愿意做呢？王老师，我们组啊，我们组愿意做啊。好，难得小梅这么主动，那你们组就小梅担任组长。咦，小梅，你干嘛要接这么麻烦的作业？你没看到都没人想做吗？没人做就我们做啊，这样显得我们多厉害呀。我看你就是为了出风头。我看你就是懒的。我好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先分工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是你们两个出去调查，我一个人在下面查资料。是，你有意见？别忘了，我才是组长。哎呀，小梅真的会在宿舍查资料啊？她要是会做，那这太阳一定是从西边升出来的。你还行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小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悠闲？我们在外面晒得快中暑了，你倒好。哎呦，这不还是活着回来了吗？你的资料查到了吗？我正要跟你们说呢，我刚有事儿去了。你们回来了，那你们就顺便查一下吧。忍不了一点。打他！我有办法。重点表扬一下大家组的调查报告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没什么的，黄老师，都是我带领的好。那你上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报告内容吧。可是，老师，你不都看过了吗？我叫你上来，你听不懂。
我就知道这报告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，那我也成全你。给我走。Later。王王老师，别想偷懒。对呀，你和王伯同没一起来上学吗？我走的时候叫他了，但是王奶奶说让他多睡会儿。这什么家长啊！我现在就给你冬梅打电话。什么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对不起啊，黄老师，我马上就把蘑菇头送过去。妈，你没叫蘑菇头起床吗？他早上困的眼睛都睁不开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呗。有什么事情我老太婆担着，他今天考试你也担着，你越是宠他就越是害了他。哎，您就行行好吧，别再给我添麻烦了。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外孙？一定又是大爷那个臭金锁的毒嘴。奶奶，你今天真是差点害死我了，要不是大爷替我求你，我连考场都进不去。行了行了，奶知道了，明天奶一定及时喊你。The next day。哦，外孙，该上学去了。嗯，好的，奶奶。奶奶，你怎么没叫打呀？奶奶，这不是也想让他多睡会儿吗？我巴不得他别醒过来了。好了，乖孙，看样子你今天还是第一个到的。奶奶，不愧是你。去吧，奶先走了啊。哎呀。哎，蘑菇头，你来干嘛啊？黄老师，我来上学啊，没搞错吧你？今天周六、啊、什么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闭嘴，都给我闭嘴！黄老师来了，你们看不到吗？黄老师天天这么辛苦，你们不学，别的同学还要学呢。作为学生，连尊重老师这么。哎呦，今天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班长你在现在帮我多开了点。好的，黄老师，身为班长，您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现在看试卷最后一道题，我们班就大家一个人做对。黄老师，这道题我已经十分的熟练了，您坐一会儿，我来给同学们解答吧。这就是我的解题思路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给你们十秒钟抄写一下，时间到我就直接擦掉了。大家讲解非常仔细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下课。老师，昨天您是要默写的，默完再下课呗。那所有人现在把默写的没事吧你？真写着你了。黄老师，您身体不舒服，就我来给同学们擦吧。也好也好。好了，下课了，默写本一会儿收齐了，大家送到办公室。哎，黄老师，你那天的作业还没布置呢。作业，试卷上错题，老师加深研究吧。叮铃叮当当当叮。哎呀，好像你说我这投篮技术咋样？咱们下班去球场 PK 一下。你们男生就是坐不住，一节课总共就40分钟，还闹腾。不好意思，老师。再见是20分钟就下课啦，不准再这么吵了。嗯，这个上课多久了？还在那讲小话，自己不上课，别在那影响别人。老师，我没讲小话，是蘑菇头还我胶布。你意思是我冤枉你了呗？就是在冤枉我，我确实没讲话。哼，谁能帮你证明啊？我咋证明了是你一个人在影响全班呢？老师，我能证明他没说话。我也能证明，确实是我还大爷胶布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该回头。你这节课给我站停。我不会直接去吧？不用，你还得好好听课呢。打呀！哦，他要听课，我就不要听吗？徐老师好。等等，没看到我搬这么多书吗？不知道帮我一下。哦。帮我搬去实验楼啊！我先去那边等你。辛苦了。大爷，我来帮你吧，我有这个小猪包。哦。好了，走吧。还没来。你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，还得找别的男生帮你。不是我找的，是别说了，蘑菇头辛苦了，晚点老师请你喝奶茶。天天就迟到，迟到。蘑菇头被骂的也太惨了。大爷呢？大爷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么晚才来公司？
黄老师，我去打扫咱们的包干区了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还背着珠包？因为我一早就打扫完身了，没来得及。好了好了，进去吧。啊咱们同事之间交换试卷，批改一下。哦，小梅，你这个单词拼错了，但我不算你错。你人还怪好的嘞，谢谢大牙。还有这一题，我也算你对。真都假不，太够意思了。那我的，没想到你还挺粗心的，错了好多呢。我烦死了。空空看看看看看。公司可是下了死命令严查校服，你们要是因为这事被扣分，害得我这个月奖金泡汤，我就跟你们没完。怎么办？我昨天校服没洗，我校服洗了没干。瞅你们急得这个样子，不用查校服吗？哥来帮我们搞定。听说你要查校服了？是的哥，主任说有领导来参观，对校服查的可严了。我们班有几个没穿校服，别扣我们班分呗。哥，你都发话了，那指定好说。就是那主任呢，主任那我来搞定。得嘞哥。主任好。哎，你小子咋没穿校服啊？先不说这事，主任，听说你爷爷快上小学了。你咋知道？我关心您呗。哎，有心来、那我们这校服，校服什么校服？你这校服不都好好穿在身上吗？搞定了。你收拾东西干嘛？黄老师可是说了，逃课必请家长。想什么呢？今天下午我们放假。怎么可能？下午还有四节课呢。你们等着吧。哦。碰这个事儿啊，我们学校今天下午要做考场，所以我们下午放假。六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一种后排的直觉。昨天黄老板布置的作业可难了。是啊，我弄了两个小时才写完的呢。两个小时就写完了，这么牛？切，这算什么？我只用了20分钟。哦，20分钟怎么做到的？一般。你看看你作业写什么样子？啊，怎么会全错？可能是你写的太快了吧，毕竟20分钟就写完了。什么？我的作业只用了20分钟？不是的，老师，我做了整整一个下午呢。别说了，我以后单独给你布置点，省得你回家20分钟就把作业做完了。我真的做了一个下午我的珠包能把我头发塞进去。我的珠包能把我整个人塞进去。我不信，让我进去试试。哎，做人不要太虚荣。两位同学带手机啦，借给老师有用。黄老师手机干嘛？肯定是有急事儿吧。可惜我这也没带呀。老师，我有。谢谢小梅，下班让你妈妈来拿吧。老师，老师。你看大家屎都快被吓出来了。对呀、蘑菇头，你看我学得像吗？你们真无聊，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吗？哎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要不你也给我们来一下，看看我们会不会吓死啊。对呀、你也整个手铐来吓我们啊，这样就扯平了。好，你们可别后悔，我要用这个苍蝇卡纸。不行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你用这个餐巾纸。对啊，好好纸啊，千万别客气，我们快走。哎，大牙，你怎么在这设梦器啊？冬梅姨，蘑菇头和胖虎用折纸手包吓我，我也想折一个，可是好的卡纸都被他们拿走了。哎呀，你早跟我说嘛！你看这牛皮纸够吗？哇，好大一张啊！这一回我一定要把他们屎都吓出来。真是太好笑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脑瓜子嗡嗡啊！哇，大牙，你的手炮好厉害啊，像个炸雷一样。嘿嘿，这是超大号牛皮纸折的超大号手炮，威力可是核弹级别的。哇，比炮子都响，哎，真的太好玩了。对啊，等我回去把这个裤子换了，你就给我分享吧。不会吧，胖虎，你真的笑掉了？怎么可能，恶心死了。就是。哎，那边吵吵闹闹，怎么回事啊？走，一起去看看。你这孩子，你们又尿裤子了，赶紧跟我回家。胖虎妈，你慢点。嘿嘿嘿，大牙，你别管他们。刚刚你的手炮把铁牛家的小鸡都炸死了。啊？所以你还是把这个给我，让我来陪铁牛小鸡仔吧。啊。
你去哪儿呀？王大婶，你这个菜多少钱一斤？5块钱一斤。那如果这一亩地的菜我全要了呢？3块一斤。那我全要了。不过我现在没有钱，我给您写个欠条，今天一定还给您可以不？王婶信得过你，你把这些菜都搬走吧。哦，卖菜啦卖菜啦，有机蔬菜6块一斤。妈呀，你这个菜怎么卖？我买点回去。6块钱一斤，多买一点吧。给你。哦，慢走哈。哎，燕子，买点菜啊。终于卖完了。王婶，我来还钱了。哎呀，真是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，卖菜挣了不少钱吧。谢谢王婶信任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哦，大牙蘑菇头，哎，大牙呢？咦，大牙出去玩了，我喊他，他还骂我呢。我作业全都写完了。什么？回来了？你去哪了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坏人很多？你吓死我了！就是，还都没一着急，作业一个字都不写。要我说，就得好好揍大牙一顿。咦，我早上看到你出去的时候，口红都用完了。这支口红你都已经用了好久了，这是我靠我自己的努力给你买的新的。对不起，大牙，你差点误会你了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咦，你真漂亮。风雨兼程，途经日暮不赏。一排学生拿书。哎，我答案拿什么了？大牙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拿一下我们班教材。二叔，二叔，拿来了，拿来了，老师。最后一排拿书。哎，我教材落下班了，舞蹈，就帮我拿一下。不用，啥意思啊？喂，强子，我们老师书落在那儿了，现在给我送过来。老师，一分钟。3、2、1。哥，书给您送过来了。嘿嘿，老师，我们上课吧。我们上课。哎，昨天那个电影你们看了吗？贼搞笑。你说那个？看了。嗯，我去我们班转转。嘘，王老师来了。怎么可能？王老师每次开会，没一个小时压根结束不了。就是，小妹，我们继续。你们信我，这是最后一排的直觉。你的，想趁开会进去，快来看看你们！你们就这样学习的？国外学生都给我去走廊站着！今天下午有领导来听课。领导？好了，王老师给大家交代一些事情。嗯。我提问的时候，会的举左手，不会的举右手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左手是什么来着？老师，我觉得我作为班长应该坐在后排，让领导感受一下宾至如归。班长真是深得我心，那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去做吧。多关照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老师。你好，老师，你请坐。好，我们可以上课。我们来看一下黑板这一题，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？我不会啊，哪只手来着？那么就请，到底会还是不会？我看这位同学就很积极，我让他回答一下。那就让小妹来回答一下。老师，我。回答很好，请坐。刚刚那是。你刚才说话，我就让纪律委员记你的名字了。黄老师，领导刚刚上课偷偷玩手机，抓住了，交给您。还有，他上课讲悄悄话38个字，赶小差45分钟。还有，他居然在上课的时候睡觉，还打呼噜，这会不会危险啊？有可能会呼吸暂停的。什么？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领导，我上课想吓晕我了。来，出来。搞图是让大家一起打扫卫生，不是让你们男生去操场打足球的。你们就去怎么的？为什么每次就让我们女生干活呀？不去大扫除，又在还吵吵什么呢？杰哥老师，大扫除根本男生都不干活，非要去操场打足球。就这事儿，去就去呗，大扫除就这点事儿，用不着那么多人啊。你们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不能去。
干啥？想造反？我这老师说话不管用了是吧？不管活多活少，大扫除就该全班一起行动，凭什么管我们女生累死累活啊？你们女生又没几个考不上大学，将来嫁人了，这些活还是你们干。再说了，大扫除累，他们男生打足球就不累了。男生平时压力大，打个足球放松一下怎么了？亏你还是班长，斤斤计较，这事儿就坐定了。女生考第一。咋呀，你好厉害，又是第一名。这个班级第一有什么好嘚瑟的，又不是全校第一。是全校第一啊。老师你忘记了。那又怎样，嘚瑟啥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等什么时候考个全国第一再说吧。我们上课。男生考第一。蘑菇头，蘑菇头声音那么大，别人还怎么学啊？而且胆固醇不健康，有可能导致呼吸暂停。哎，别管。徐老师来了。你小子这次进步很大嘛，你们历史老师都特意来跟我夸你。这是一个蛋壳第一。蛋壳第一也很厉害了，其他几个只要加把劲，老师相信你很快也能拿第一的。我考全校第一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听讲话。老师瞅你天天调皮捣蛋的样子，就知道你小子脑袋瓜聪明。上学时的双标时刻，老师吧，听不懂的要问啊，这题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你这个 B 选项我有点没听懂。好，就要这样，不要怕问题，老师再讲一遍。哦，好，那这一题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我没听懂。这么简单还不会？刚刚上课有没有在听啊？整天浪费大家时间。老师，我想上厕所啊。快去吧，别憋坏了。老师，我也想上厕所。你觉得呢？上课时间可以去上厕所。我。不错不错，劳逸结合。蘑菇头，是不是在玩手机？没有，我在劳逸结合在看课外书。谁允许你看的？大家说可以看的。那你成绩怎么没有打压一半好？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我。还校草哥哥药别停，我看你没吃药吧。给我魔球。那你输给你就要给你吗？大牙，我数三秒后就来找你哦。我们快去找大牙吧。快出来吧。大牙在这里吧。大牙你去哪儿了？我看。大牙你就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你了。我们都已经找遍了，大牙不会出事了吧？切，能出啥事情？捉迷藏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不玩了。蘑菇头，冬梅姨，大牙和我们玩捉迷藏不见了。糟糕，不会是出啥事了吧？快走。大牙，大牙，五枪别动，给我走。不行，我得留下点东西让他们找到我。大牙，冬梅姨，这是大牙最喜欢的绿色发夹。大牙有危险，燕子我们分头找。这是大鸭今天一直带着的小鸡仔。我们快追，他们肯定还没走远。燕子你看，你们别跑了，刚刚路上都是监控，已经把你的样子拍得清清楚楚了。失策了，算你运气好。燕子你们真的找到我了。大鸭你有没有哪受伤？我们找到了你给我们丢下的线索才找到你的。大鸭真是临危不惧，做得太棒了。姨，其实我也很害怕，但是你一直叫我遇事要勇敢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我知道去跳广场舞啊。妈，我是冬梅啊，不是春梅。哎，大爷，我去外面找医生，你们要照顾好王奶奶。奶奶你记得我是谁不？臭蘑菇，打我。哎呀你打我干嘛？我是胖虎啊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我要把你的药你都吞走。胖虎别那么对王奶奶。来王奶奶，咱们喝点粥。要不要？写作业，我要上学写作业。王奶奶，你别撕，这是我的作业。下雪喽！哎，王奶奶。妈，我，妈，
姨，我们还是把奶奶送到养老院去吧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生活呀？可哎呀，姨你就听我的吧。拜拜拜，你家人都不要你了，我劝你还是安静点吧。姨，你们怎么能把王奶奶送走啊？胖虎，每次王奶奶舍不得吃肉都把肉给你吃啊。还有冬梅姨，王奶奶之所以那么抠都是为了给你攒嫁妆啊。哎，我真不是人。奶奶，我们再也不送你走了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奶奶。可你们的王奶奶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没事，我之前拍了很多王奶奶的视频，用杜卡剪辑剪出来，点击左下角下载杜卡剪辑，王奶奶总会记起我们的。对，我的乖孙，我的乖孙女。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。哎呀，我一大早就看到你桌上有早餐，不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吧？不是，应该是田妞给我买的吧。那谢谢大家。小梅你也来一个。我才不吃包子呢，这嘴臭。我都吃吐司。铁妞，你明天帮我带个包子到我桌上呗。到时候给你钱。你自己怎么不买？哎呀，你就帮帮我嘛，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。哎呀，答应你了。第二天。哎呀，谁呀、谁不经过我同意就送我包子啊？哎呦，怎么和大洋一样。对啊，秀梅你学神经吧。说什么呢，别人不要送我我没什么办法。秀梅，我给你买包子花了五块钱，你给我找五毛钱是什么意思啊？快把剩下的三块五转给我。原来如此。哇，大爷你把饮料倒到杯子里喝，好特别啊。我想早点把饮料瓶空出来给学校打扫的阿姨卖钱。你心里真善良。饮料倒在杯子里，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。别人什么做我把你踢下去。一会儿后，渴了吧，我的水给你喝。啊，谢谢小梅。这不是饮料吗？对呀、你怎么也学大洋把饮料倒到杯子里了？你不是说这样做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？哇，大爷你的手机好漂亮啊。谢谢，这是我妈妈上周刚给我买的，方便我听音听力。你妈妈真好，我也想听一下。切，有什么好嘚瑟的，不就是一个破手机吗。第二天。秀梅你这手机怎么跟大洋的一模一样，你不会是学人精吧？谁学人精了，这手机我三年前就买了，要学也是大洋学我吧。可是这款手机是今年夏天才出的新款。大洋这是隔壁江湾叔我给你的。谢谢啊。不会是江湾叔给你写的情书吧？哎呀不是啦，估计是问我题目吧。真都假的，你是学长又是学霸，能有啥问题要问你的呀？肯定是还要不要上课了你们。第二天。哎呀，敢说谁给我的情书啊？我看着小梅想做什么妖，我写的。咦，你竟然被蘑菇头喜欢了。我别人送你的，你个虚人精。蘑菇头，你的猪我帮你背来了。太谢谢了，外面下这么大雨，要是用我的猪包背，猪肯定都淋湿了。都是个猪包嘛，我也有。小梅你又虚人精。我哪有虚人精，我这牌子和大的可不一样，他的才100多，我的猪包10000多。你这个牌子和我一样，你应该也是趁开学季给评论区第一条链接进橱窗买的吧。哎呦，装啥大尾巴啦。大爷你今天发型好好看，尤其是那个发卡。Later。哇，小梅公主你今天很特别哦。可是我看你的发卡和发型怎么跟大洋这么像啊。干嘛啦，就允许他戴发卡不允许别人戴呀、班长欺负人喽。哎，你拿上来干嘛呀、应该是觉得比不上我去背了呗。谁把你比下去还不一定呢。
披上吧，我怕热。谢谢你。举手之劳。烦死了！狗蛋，你愿不愿？我不愿啊。你愿的。我不愿了，别搞我。快脱下来给我。当刀子，你当刀子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好疼啊！周末我去你家写作业吧。随你。哇，浩辰，你家的冰箱好大呀！你家的沙发也好软啊！哎呀，我的沙发也到了，拍照片发个朋友圈吧。嗯，小梅，你朋友圈里的沙发怎么跟我家的一样？明明是你跟我的一样，我去年就买了。这个是刚出的新款吧？要你管。换个头像，换个心情。对呀，你这头像这么好看啊！你不破头像有啥好看的？我也换一个。放学一起去图书馆吗？好朋友，今天下班和他去图书馆约会。好晨怎么会约小梅去图书馆？下班了，好晨，咱们走吧。啊？去图书馆啊？我明明约的是班长。你怎么和班长一个头像？哦，小妹妹，你缺人机啊？嗯？哇，大爷，你的饭盒怎么看起来和我们的不一样？因为我这是3D 饭盒，上面都是立体浮雕，不是普通的平面图案。这里面还采用了双层设计，容量更大，分工明确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不贵。普通的饭盒也差不多了，现在点视频评论区第一条链接进橱窗就可以买啦。现在买还送纸质试件套呢。哎，怎么都不在啊？我还想好好炫耀炫耀呢。班长，老师让我去批改作业，能借你几支笔吗？可以啊，在我的饭盒里，你随便拿。那就谢谢班长啊。是谁？谁拿外面的班长了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我一个学渣，你怎么可以拥有你？你偷拿我呀，干嘛？我去看监控，等我逮到他，他就输定了。我拿的，我以为那是班长的饭盒。忘记和你说了，我的饭盒在抽屉里。哦哟，小妹，你怎么会带来一种一样的饭盒？你虚荣心啊！嗯，今日份美丽，请查收。今日份美丽，请查收。哎，铁牛，小茶怎么发了跟你一样的朋友圈啊？小茶，你怎么学我啊？谁说我学你了？你和铁牛发的自拍姿势和文案都一样，很明显是抄他的呀。自拍对吗？这个姿势吗？文案也不是专属吧？我想发什么不用管得着吗？这够无语的。嗯？哇，小茶，你的笔画好多啊！我这支笔画是贵族双层折叠款，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买得起哦。我觉得我的笔画也挺好的。哎，铁牛，你也换新笔画了？对呀、啊，原来旧的那盒拿得太重了，而且笔画种类还没这个齐全。确实，这个提起来轻多了，比小茶那个方便多了。你别看这套笔画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它有水彩笔36支，蜡笔48支，彩铅24支，还有12色粉饼、剪刀、橡皮、订书机，这些工具都给我备齐了。第二天，嗯。哎，小茶，你拿铁牛笔画干嘛？什么套笔画？这是我自己买的。小茶，你又缺人精。这么好的笔画，谁规定这是你买，不许我买了？